好，后面还有两题。第一题，碳酸氢钠受热分解产生碳酸钠、二氧化碳跟水。我要上去。好，碳酸钠。Na2CO3 碳酸氢钠。好 ，NaHCO3。来，我问你，它的化学反应方程式。它的化学反应方程式。24号、32号、7号。24号不行，对不对？那么就15号。15号。32号。7号。上来。NaOH 啊，前面刚刚讲过啊。第四题啊，第四题，碳酸钠受热，碳酸氢钠受热分解产生碳酸钠加水跟二氧化碳。保险的吗？是不是啊？你后面这里错了。哦。你碳没有平衡，哎，等一下，碳平衡了。平衡了。平衡了，对不起，我错看错。哦。对。哎。怎么写那么编干什么？好可以吃哦。等一下，拿什么没有 ？OK， 还有谁啊？还有人吗？过来！帅哥，法夫不会。怎么会？那我帮你写嘛，你看我那些抄扁，然后抄一点点。上面有写的答案都是对的，上面有写的答案都是对的。来，耶！我对上对一个了。有人说不会写。什么是三氧化碳 ？OK， 三氧。哎，你不可以这样子啊！没有平衡的方程式，碳酸钠、碳酸氢钠、碳酸钠、水跟二氧化碳。从最复杂的射程一或二，那个碳酸氢钠跟碳酸钠差不多复杂嘛，随便挑一个，随便。你这里我可以知道是，我这里可以知道要射程二，为什么？因为右边有两个钠，所以左边至少有几个钠，两个，所以我会直接知道射程二。你如果不知道，就把它射程一，两个，然后。左右各出现一次的开始做起，那出现一次可以用，氢出现一次可以用，碳左边一次右边两次不能用，氧左边一次右边两次不能用，你只有两个可以用，一个钠一个氢，钠已经处理过了，钠两个钠，所以右边要两个钠，所以写一。还有一个谁可以用？氢可以用，左边两个氢，右边两个氢，写完，然后剩下就碳跟氧，看你要挑哪一个，看你要挑哪一个。我平衡，我先看氧，这个二已经固定好了，所以左边氧固定了，要六个，然后碳酸钠有一个。三个氧去掉，剩三个；水再去掉一个，剩两个。所以要剩下两个氧，所以 CO2 写多少？一。写一。
通通写完了，通通写完了。可是我们的谁没有查过？我们的碳没有查过，对不对？查一下碳，左边两个碳，右边碳酸钠有一个碳 ，CO2 的碳一加一是二。好啊，没错，所以方程式写完，长这样。那为什么这么多？好，三氧化二铁。好，这就是方程式。好，最后一个，碳加上三氧化二铁会生成铁跟二氧化碳。就三氧化二铁啊，三个氧两个铁啊，三个氧两个铁叫做三氧化二铁啊。F1O3 哦。对。真的，我是有跟你讲吗？这就是原因。来，你说 F1 是 CO3， 我们不是 CO3， 没有。22号、9号、31号。上来。合共就是六 C， 他是对的。为什么上到最后六 C 啊？你这里不可能是二分之三，你通通乘二，这样太多了吧？你这样有平衡吗？有啊。三二三得六，三 O2， 它不是是 CO2 吧？好，对 ，CO2。这里是四个铁，这里怎么会变六个铁？OK， 上面是不是少一个人上来？没有啊，三个啊。他在哪里？这里是有两个答案吗？他在哪里？这里一个答案，这个答案还在哪里？还有答案在哪里 ？SA3 哟。这里啊，这里铁定错的、啊。这个是而且不一样，因为不要相信自己。他把上面写的那个。第一个，我上面写什么？120。我上面写的叫做碳加三氧化二铁产生铁跟二氧化碳。你这里怎么会有 H2O 啊？H2O 怎么会有 H2O 啊？他写了上来了吗？啊？谁啊？铁加二氧化碳呢？然后你前面好了，你写错讲过这种题目啊，你写错一看就知道写错了。左边有没有氢？没有。那、啊、为什么会有氢呢？你左右的就是怎么有氢呢？怎么可能呢？然后呢？你左边这个是 O3， 有三个呀，右边只有谁啊？这个 O 也不对啊，也不对啊。跟你讲过了，这里的题目你只要写错，你一检查就知道你写错了。左边有氧，右边要有氧；左边没有氢，右边就不会有氢。左边四个碳，右边就是四个碳。你一写错，一查你就知道你写错了，你就要加这些，你写错了。好，你。那那把镜头调回来。快点调，调啊，调。所以答案就这样。OK，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？没有，请写课堂练习。